今天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今天呢，咱跟大家来谈的是什么呢？咱大家谈的就是讲，咱除了做人在世间吼，咱来有一个有成就感的工作以外呢，咱最重要的吼，咱一定要有一个修身，一定要有一个娱乐哦。所以今天标题我讲叫做喜乐的心啊。以后有研究哦，讲笑哦，一个人当常常咧笑的时阵，自然伊的心情会放足轻松。咱拢将以为讲啊，基督教就是一个足严肃的吼。啊，基督教圣经那像上帝，甲咱讲这也未使，那也未使安尼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上帝本身是足爱耍的，你敢知？哦，上帝足爱耍的，所以你来看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创造这个，咱以前咧笑讲一个人走路唔好好啊行，你看上帝创造这个路啊，走路唔好啊行，用跳的有无？跳跳那个小路，跳要跳用跳用跳的，一跳跳。上帝创造，上帝那是一个死板的上帝，应该上帝所创造所有动物拢也是一二一。一二一，像部队咧行军啊咧，结果唔是呢。你看上帝创造的这些动物行动的方式，吼、哦，有的人是用安尼，像迄蛇用蛇无，咻咻咻哦，迄蛇速足紧的啊。啊，你看迄袋鼠，短短短短用跳的。啊，你看迄大象咧行时，嘣嘣，节奏拢无同款。哦，上帝创造这个世间，伊所锻炼迄个节奏拢无同款。所以我对上帝创造，我才讲啊，上帝实在是一个足顽皮的啦，哦，上帝是咧，敢若像老顽童安尼啦吼，是足爱耍的，是足活泼的，上帝是充满了乐趣的，是充满了创造力的，是亲像一个囡仔同款。所以耶稣嘛讲啊，讲咱的心脉回转，亲像一个囡仔同款啊。所以上帝是足爱囡仔，因为囡仔是真活泼，囡仔是无受限制，囡仔是天马行空。所以你若甲囡仔咧讲故事，讲人的背影嘛，感觉真正常。因为一个囡仔是无受限制。当咱人愈来愈老的时阵，咱就愈来愈现实去啊，咱就愈来愈欠缺迄个想象力去啊，哦，欠缺迄个创造力。囡仔唔是，哦，囡仔咧童话故事内面，你若愈奇怪，伊愈爱看。所以你看这个《哈利波特》是安怎哩，全世界引起这个轰动，就是因为已经突破咱足侪人迄个固定的思考的迄个模式。伊创造出来内面，迄个鹦鹉啊，哦，猫头鹰啊，会上飞来恁兜。伊创造出来，迄个车是会飞。伊创造出来，真正是扫帚，坐咧会飞出来。啊，这个扫帚坐咧，当甲咱一般像咱咧拍曲棍像安尼同款，会当来耍游戏。所以，因为这个作者真有想象力，所以全世界即个读者拢叫伊吸引去啊。因为咱的内面，人一般的心理学家讲，咱内面有一个囡仔。哦，讲咱的内在是有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吼会总爱出来耍的，这个囡仔伊会总想要出来外面走，所以咱来常常放咱内面这个囡仔放伊出来走，哦，放咱内面囡仔出来外面佚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咱内在一个小孩子，内在一个囡仔，迄个囡仔想，咱来给放出来，放好这个囡仔愿意出来外面的世界。所以咱一个人袂当想严肃嘛，所以咱袂当放轻松，所以咱人除了工作以外，最重要就是休闲活动。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工作狂，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，都不知道要休困，也不愿意休困，所以要出足一个主力讨论这种东西。他就问说，是不是一个人，你的朋友除了你上班的同事以外，你已经没有其他的朋友了？你上班的是跟他做伙，下班了后打电话也是跟他做伙，这样这就是有工作狂的倾向，就是说你已经分不清了，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都完全都合作回去了，这样是危险。我们人是这样，爱分开，爱分开。所以你要注意看，上帝能力这么大，上帝创造这个世间是怎样分六日，是怎样第七日上帝要休困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上帝能力这么强，他就一日将整个世界隆重创造起来就好了，他就分做六日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伊是爱这个世间，是一个阶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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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一日圣经记载有暗时有日时，然后上帝就休困。所以上帝真重视我工作到一个阶段，我停下来，我欣赏我手所做的工，我不是跟他一直做一直工作狂，一直做一直做。上帝若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一个生命，那安尼伊拢唔免有礼拜六啊，拢免礼拜日啊。上帝啊，唔免有暗时啊，都拢24小时拢就是咱都免困，但是唔是？上帝注重咱人的品质，
爱休息，爱休困，爱娱乐，所以一日工作八点钟，你敢知影？这差不多200年来，咱人类才变安尼。古早时，咱无人规定讲啊工作八点钟，因为古早时代无咧上班咧，迄是咱即马才咧上班，迄是工业革命，工业的革命了后，咱人才开始咧上班咧。古早无咧上班咧，古早拢自由弹性上班咧，你几点要出门拢在你的。因为古早时代无讲有一间公司，大家伫遐上班，唔是嘛？拢看个人嘛。所以以前的人的工作较无像咱即马足侪癌症，足侪即个现代的病，因为因的工作轻松。因为生活嘛较轻松，无安尼几点要创啥，几点创啥，甲你限甲死死死，甚至讲7:30要创啥，8:30要创啥，连这个时间都甲你扎甲准准准。甚至个火车来无，8:25，哦，迄拢是现代人的毛病啦，古早毋是。其实古早的车嘛是安尼啊，你讲这班车几点来？迄古早，迄有车咧走的时，哪有甲你讲几点？迄阵有个人连手表都无咧，搁咧几点？迄阵啊，送我一个人手表，就是足大的礼物啦。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安尼，我人来送你一个手表，哦，迄是足重的礼物啦。无像即卖手表200块，等咧路边随在你买安尼，时代不同。古早连手表都无，你讲公车要8:25到，边哪有可能？古早的车是哪？人家你讲差不多30分到40分一班啦，迄个甲你量一个时间嘛。哦，甚至即卖有的公车嘛是差不多20分到40分之间会一班来。迄古早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迄车有当啊驶来吼，若有人客较侪，咱就停较久咧。无人骑咱塞较紧嘞，甚至路边有人咧下手，咱嘛甲停起来，足随性的嘛。但是后来慢慢，咱人愈来愈无用，变成讲爱扎一个时间，扎一个时间，咱才会当大家拢集中伫这个时间来做代志，安尼变成压力愈来愈大起来。现代人都是因为压力愈来愈大，变作咧上班，变作上班了后，咱的娱乐都无去啊。较早其实工作嘛是一种娱乐啊，所以现代人爱足注意这个问题。咱在工作中失去了咱的娱乐，所以安尼咱必须要另外安排有咱的休闲，爱安排咱有娱乐的时间。因为一个人若拢压力，工作虽然真有成就感哦，但是久来是会破病。哦，一个人爱会晓笑，爱会晓放轻松。啊，咱现代人都市人放轻松，就是讲去山顶吼，看月亮啦，看星啦，吼啊浸一个温泉啦，啊啉一个美露啦。啊，吃一个鸡肉嘞，吼，山鸡啊，土鸡啥，唱一个歌，这就是咱的现代人的娱乐嘛，吼，一定在放松。啊，你若当然有的人较无迄个闲工，像咱这个囡仔细汉的，啊，你若下班回去，爱搁回去顾囡仔，可能咱的娱乐只有是看电视嘛，看一个好笑，看看来笑笑，哈哈哈笑笑嘞，迄个哈哈哈笑的时阵，哦，就一个治疗，吼，当一个人一笑的时阵，自然伊就一个治疗。而且呢，足趣味的是讲。哭跟笑，哦，哭甲笑，这是兄弟，哦，有哭都有笑，有笑都有哭，那个有血有目屎，咱人生就是安尼。有时阵会笑，有时阵爱哭，这拢是足健康的情绪哦。一个人若敢有笑无哭，安尼嘛无健康呢。因为笑甲哭，迄是拢同做伙的。所以你若有笑的时阵，咱的笑中带着目屎，哦，那个笑到一个阶段，笑到目屎都流落来。你看，这是讲咱人的目屎，咱讲眼睛吼，眼泪啦，眼泪洗涤咱的灵魂。可是你若流目屎时，会洗去咱的悲伤。这上帝创造足奇妙的，所以咱若流目屎时，自然咱灵魂内面的误会，哦，比如讲咱若有啥物罪恶感，啊，咱咧哭的时，哦，咱的罪恶感就怎自然就减轻去啊。啊，咱若悲伤啊，流目屎，自然咱的悲伤就怎会通来啊，慢慢来淡化。慢慢，咱的悲伤就靠我多通过去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笑，一个哭。所以你唔是讲一定爱用笑哦。有时阵一出电影用悲剧，你看出你的心情足沉重，但是迄个是甲咱洗清咱的灵魂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的情绪吼，爱互伊出来，袂当拢郁伫内底。所以你嘛去教会看人咧唱歌哇，吼、哦，有人唔来举手，佫跳安尼，啊，有人咧唱歌是会流目屎，迄种是足健康的表现，吼、哦。你卖就你讲，迄是唔是啥物宗教狂？其实唔是。咱人的内面一礼拜中间一定有积足一个情绪在内面，当咱的敬拜上帝时，和咱的心对上帝来拍开；当咱敬拜上帝时，咱的情绪会当出来，这绝对是对咱是足健康的。所以咧，医学家也帮咱建议啦吼，一定吼一天三大笑，吼，直接咱咧至少笑三声，哈哈哈，大笑三声。你呐做些代志，一笑置之啊，笑起来都过去啊，安尼你就真快乐啊。但你呐小夸代志都计较啊，放伫心肝头。
啊，小看代志呢，咱那想个困未起，哦，真正是甲家己咧过未起，真正是跟自己过不去了，对不住家己啦，咱就爱会样放松，吼、哦，咱会样放轻松，啊，咱就感觉讲哇，安尼生活是足好过日的，吼、哦，所以爱给你，咱人一定爱有一挂休闲，爱有一挂娱乐，啊，什么是好的娱乐？只要当带来笑容，带来笑声，带来真正的放松，迄就是足好的娱乐。所以有人误会讲，啊，恁基督教的人真严肃，礼拜一做礼拜拢是安尼，有无？哦，拢是安尼哦，阿门，拢哦足严肃的安尼。其实唔是呢，咱礼拜一去礼拜堂的时，嘛是唱歌跳舞，嘛是阿罗上帝哦，迄拢是种自然感情的一个流露出来吼，迄种足自然的啦，迄种真快乐的啦。所以要来勉励咱各位吼。咱上帝创造咱世间人，上帝本身就是足轻松足自在。你看上帝所做的云彩千变万化，你就知影讲伊毋是一个古板的上帝。你看上帝创造的色彩遮尔啊丰富，你就知影讲上帝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讲，咱卖来限制上帝的作为。我想今仔日足侪人就是无了解上帝，就是讲做一个基督徒就死死板板，其实毋是。我相信你的画面丰富的人生，咱那个画出来，咱那常常讲笑话，讲健康诶，啊，咱常常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常常跟咱的朋友、教会人，大家消化出去休闲娱乐，去爬山、去深水、去浮潜、过船啊、去泛舟、去攀岩。哦，我想这种的人生是足快乐的啦吼。我也相信，当咱人这尼啊丰富咧过咱的人生的时候，上帝嘛伫遐点头，嗯，真满意。上帝嘛甲咱娱乐，上帝嘛甲咱肯定。上帝嘛讲安尼着，安尼着，咱应该就是安尼。少年囡仔应该就是爱安尼，吼、哦。你若要 hip hop 吼、哦，嘛是会使。啊，你若讲在跳街舞吼，扛一个这个收音机伫只安尼，行到海南，那有要紧，吼、哦。这种外在文化之，只要一个人的心是健康的，是性格的，伊的外面头毛留较长嘞，伊要甲你转耳洞，伊要安怎，我可能无要紧。哦，咱就较接受嘞，囡仔有囡仔的想法。伊迄个时代，就伊迄个时代的想法。咱若生在伊这个时代，反射咱个比伊更加夸大，哦，咱反射个比伊更加超过，你变哪会知？哦，所以咱卖批评这个外在的行为，咱尽量来看一个囡仔内在，咱看出伊的心对上帝的迄、那个啊渴慕，咱看出伊对伊生命的一个尊重。我感觉这个较重要。所以其实一个基督徒应该比一般人要更加 open， 比一般人吼要更加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接受。咱这青年人来接受咱的囡仔，会创造力才对。好，后来咱听你这休困一下，等下了继续来谈论娱乐。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、哦、咱这集在说咱一个人、哦、爱自己有一个娱乐、哦、爱自己一个幽默啦、哦、一个人有一个幽默感、哦、爱说笑话、啊、比较比一个轻松的态度来过人生，他如果自己有很好的娱乐，这样自然他的身体很健康。在这个1976年呢，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诺曼卡森士、哦、这个人他就在说他原本、哦、破病啊，伊是咧伫因美国的这个非官方吼、哦、民间足重要一个人，但是伊得到一个足奇怪的病。迄阵伊的医生甲伊讲，可能伊药对你的帮助真有限吼、哦。啊，伊这个人就听讲笑是对咱人体足有帮助，所以伊就家己定定拢看一寡好笑的吼，拢、哦、一寡电影，伊去做一寡像迄录影带呢啦、影片哦，拢看一寡好笑的啦吼、哦。啊，伊嘛叫护士吼，拢读一寡笑话吼伊听啦。哎，我咪慢慢，今年的身体呢，全好起来。好起来了，过无几年呢，伊得着心脏病。啊，心脏病吼，但是伊嘛真乐观嘞，真乐观。虽然你破病，但是也阁真乐观。伊拢讲积极的话，吼、哦，拢讲真正面的话。伊本身真乐观。啊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因太太怎啊想要甲办一个 party？ 因这国外吼足普通的啦吼，因太太就邀请足侪人吼，啊来办一个 party。这人我注意你知哦。伊知影讲人要办一个 party， 伊就甲因太太讲：，安尼我迄天吼，我要邀请一个教授来啊演讲，哦，请一个教授来演讲。因太太讲：，啊好啊好啊，哦，你看你要创啥拢好。结果这老顽童你知无？这个 Norman 呢，伊怎叫一个种的伫咧拍电影的化妆师，
甲化妆，甲化做另外一个人啦。哦，伊家己化妆做另外一个人，啊，无甲伊某讲哦，啊，无甲伊囡仔讲哦，爱就家己凊彩号一个名。啊，伫生日迄日就先走来，哦，啊，伊讲个英文哦，讲出个英国腔，哦，讲英国腔，啊，就家己化妆，啊，就叫人甲化妆，啊，家己甲穿做另外一身衫。啊，当然是有撇嘴手啦，安尼，竟然哦，人客无认出来，哦，人客竟然无认出来，啊，竟然呢，伊怎这个在伊家己的生日的这个 party 发表一场的演讲，到最后的时，大家听伊的声，哦，因为伊有吉声啦吼，但是后来伊才透露，哦，讲啊，原来伊就是伊本人，就是 Norman。哦，下面这大家朋友、亲戚朋友，大家笑到要死去，因为实在太厉害了。伊化妆，然后伊叫起个声，啊，然后安尼规个装扮，互人竟然认不出是伊啦。哎，是伊家己的一个 party。你看人外国人都这个幽默感啊！哦，你看台湾人敢有人做这种代志足少的嘛？哦，伊就是一个足幽默的人，所以后来伊的身体愈来愈好，伊的身体愈来愈好了后，伊的身体不但是原本的破病无去啊。后来伊还阁写足侪册，伊写15本册，而且伊本身也是常常，迄阵是美国叫做甘乃迪总统吼，也阁另外一个教宗吼，若望保禄二世，伊就是定定伫因这政治家之间吼，伊定定咧啊排解什么咧，就是伊咧反对核子武器啦，吼，所以定定伫遐咧奔走咧排解，唔盲讲咱建立一个非核家园吼，伊就是一个这款的人，真积极的人。伊家己的人生的态度就是足轻松的啦，所以因外国人就是足注重休闲。所以你若去国外，你也看，因那个拜六礼拜吼，迄周休二日啊，拜六礼拜啊，迄拖一只船啊，都出去啊，都出去外面伫海顶在咧耍啊。哦，因就足注重休闲活动，因足注重迄个轻松。无像咱哦，咱是伤严肃啊。哦，你要佚佗都袂晓佚佗咧。咱若我们要佚佗，都大家炸足侪食物件去野外食食，然后倒来拢嘛安尼尔。咱无啥会样算，吼、哦，实是咱应该搁较突破。咱应该吼，吼咱家己个囡仔吼，咱已经较老无法度，但咱个囡仔爱鼓励伊，吼咱个囡仔搁会样，搁较好算，吼咱个囡仔吼搁较活泼，哎，哦，所以我足期待讲咱所有个咱遮个啊观众朋友，透过老三所介绍遮，咱对基督教有一个新个观念，因为毋是讲我咧主张一个新个基督教，我毋敢，安尼变做异端去啊吼。我是咧讲，其实你对圣经来看。上帝所创造的，你若看上帝安怎样安排这个世间，你就知影讲，上帝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，是充满了幽默感，吼、哦。伊唔是一个真严肃、真死板的上帝，绝对唔是安尼。所以你当对规个旧约的圣经，你看到上帝所束缚的，你看上帝带领这个挪亚，带领伊做一个方舟，然后将这动物拢带入去内面。哇！你看上帝佫创造天顶的彩虹，对这个过程中间，你讲上帝是一个充满了一个活力哦。上帝嘛，足唔盲讲，咱的生命是轻松是自在。上帝唔是讲创造咱人，互咱活较足痛苦，互咱活较真严肃，唔是安尼。所以你看上帝做这个世间，小桥流水，上帝咧配合的，迄有一个足水的河水边啊，一定拢是青翠的草啊坡，迄、那个风景，天然的风景，绝对是上佳水的。无论是山顶，无论是海边，无论是河边，任何的所在，上帝所创造，拢是最水的。啊，你若看上帝要祝福，予咱人的人生，上帝将来都无讲，予咱的人生是充满了痛苦的，充满了疾病的，唔是。你若看圣经内面先知咧讲哦，古约先知讲将来上帝所予咱迄个天甲地是啥物？是咱人甲神也会当做伙算的。哦，咱将来上帝予咱迄个世界。是真正咱人甲即个自然、即个动物拢足和谐斗阵啊！所以我常常咧强调啦，咱若即爱饲动物的人、爱猫、爱狗、吼爱宠物的人，爱赶紧来信耶稣，因为真正是环保人士都是上帝。吼，因为圣经记载，将来咱甲大自然、甲规个地球，即个生命，咱拢足和平的斗阵。吼，所以我唔盲讲，咱每一个人吼，爱定心来认捌即个信仰，定心来思考上帝乎你乎我是甚么款的一个生命。生命在世间就是爱喜乐，爱有平安，爱有真理，吼、哦，予咱会通来将上帝予咱生命来发挥出来。因为我知影真侪朋友，尤其做者做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吼，较死板、较严肃，
吼，我唔盲讲，大家学习真理，互咱得到啥物呢？自由。真理唔是互咱个咧白条条，真理是互咱一个人充满笑容，尤其要来强调，那无笑容，你的人生是足苦大的吼。唔盲讲，咱有笑容，每一个人灿烂的笑容，这种的人生，你也快乐，别人也快乐，啊，你也健康，别人啊对你的笑容会得到鼓励。所以唔盲讲，每一位朋友会记你老三所讲的吼。当一个人常常有笑容的时，就算身体有病，伊也有法度来个治疗。笑容帮助咱减轻咱的疾病。咱今日这部时间就到这，会记哩。后一集继续甲大家来谈论，要来讲咱要安怎样来度过这个悲伤。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哎，对，手对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嘿。对，收水就是安尼，吼啊头当啊要换开的时候，你头壳腰悬安尼，吼，好啦，歇睏一下，吼，嘿，我即马就是咧教这个教囡仔吼收水，吼，啊，咱这收水真重要呢，吼，咱足侪家长哦，咱拢无咱的囡仔去学收水，这做唔对，因为吼囡仔加减有当爱生水，啊，你生水的时阵啊，啊是讲你若无水去跋咧水底，你若袂晓收水，要安怎咧？好，所以你应该会晓收水，一定会晓收水，吼。啊，这个收水其实嘛有一个故事，你敢知？这个收水的故事是咧讲头一个夏令营，就是甲收水有关系。我先问看高囡仔，你敢有参加过夏令营？嗯，我记得哦，阿妈那时候要甲我报名，和我参加一个收水夏令营，结果哦，无去啊。哦，啊，收水夏令营真好啊！你若有去，我即马免甲你教，你就去遐学就好啊。啊，现在无去。嗯，阿嬤说哦，惊我受水危险。哎呀，就是哦，古早人都有这个观念。甲今嘛，我有当啊哦，要招我亲的人出去耍吼，伊嘛是讲袂当生水呢。讲伊厝的人讲袂当生水，拢有一个观念，讲生水足危险。因为咱常常看报纸，讲有人淹死。啊，你风台天卖去就好啊，你卖去到什么溪边啦、海边啦、游泳池不要紧啦。哎，关于这个代志，我甲恁阿嬤讲就好。收水一定要学吼、哦！啊，我即马先讲我的故事啦。这个头一个夏令营甲收水有关系，因为呢，迄原本吼、哦、都、就是有一个科学家，伊安尼真爱亲近这大自然。结果呢，有一摆看到一群囡仔伫咧河边咧收水，伊就哎，迄、啊、个看到遐囡仔吼，足惊，是安那惊呢？有一尾水蛇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水蛇伊就讲，免惊，免惊，免惊，这尾无毒，袂甲你咬。啊，这个囡仔起来了，就问讲。你哪知影这尾无毒？啊，这个科学家来跟你讲啊，嗯，看伊的这个不是鱼鳞啊，蛇鳞啊，吼，蛇皮啦，哦，啊，看伊个手的姿势，看伊目睭，都知影伊无毒啊。哦，其他囡仔感觉讲足稀罕的呢，这厉害，伊就讲安尼啊，好不？我来用一个夏令营教恁了解什么蛇有毒，什么蛇无毒，安尼，你要参加无？哦，赞赞赞赞赞赞，嘿，来当哦。教我煮蛇汤，迄个较好。哎呦，卖啥物拢想对食的去啦！结果就真正办一个夏令营，差不多十几个学生啊，都去参加。这就是咱人类历史上头一个夏令营，就是对遮开始的。后来这个科学家，伊嘛真做这个真出名、真有成就一个妇产科的医生，对二十世纪的这个妇产科吼贡献呢真大真大。伊发明足侪足侪物件啦。这人头脑真好啦吼，但是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，竟然伊是头一个举办夏令营的目的，就是要教这囡仔收水，啊兼教这囡仔知影讲什么蛇是有毒，什么蛇是无毒。哦，那即摆去这个夏令营，我嘛要来参加，因为哦，咱即摆有时阵哦，去山顶佚佗哦，嘛是加减会拄到蛇啊。对啊，哎，迄就是原住民啊。原住民伫山顶哦，伫个树林内面咧行，无注意哦，因为你唔是要甲乱嘛。但是咱甲打着伊个土地，迄、那个蛇唔知，伊叫是咱要甲创啥，伊怎啊甲咱咬？所以足是意外发生。所以讲什么？台湾对蛇的认识，尤原是真重要。所以啊，每一个囡仔其实应该拢来了解。咱出去外面野外拄到蛇的机会实在太济了啦。嗯，但是哦，老三啊，坦白讲哦，我足惊蛇呢。哦，唔是干那你惊尔哦，足侪人拢嘛足惊诶。但是呢，爱认物，你若有了解蛇，你就较袂遐惊。
拄着毒蛇紧走，啊，若是迄个无害无毒的吼，咱都唔免惊吼。所以你看，好佳哉有一挂人，因都是愿意来研究这大自然啦。所以咱今日所讲的讲，做人都要有一个喜乐的心，就是讲，你卖什么代志拢惊哦，你若愿意来面对来研究了解了，无啥可怕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好来，安尼我来即马来查一挂资料吼，看是不是当有这个夏令营的资料，啊加。后一摆，哪个要举行这个夏令营、冬令营时，我才带你去。哈、哦，我找出了，啊，你继续练你的修水，哈、哦。哦，安尼我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老师嘛，你也袂甲我讲哦，迄、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啦？哦，伊叫做凯利啦。哦，伊是1858年出世的啦。好啦，甲大家讲拜拜啦，时间到啦。哦，拜拜，来，我练修水。